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马克·鲁比欧参议员鲍勃·梅南德斯本周介绍了制裁奴隶劳工法案的支持者，以扩大目前对那些犯下人类罪行的人的制裁范围。该法案将对那些因与侵权维吾尔人权而受到制裁的外国实体开展业务并为其提供支持的人实施二级制裁。美国政府于今年6月21日宣布开始实施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本周访台之后，中国解放军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实施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周六在官方脸书页面，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六日上午侦获多批中共机舰与台海周边活动，部分逾越海峡中线，研判是模拟演练对台湾本岛实施攻击。台军方统计，昨天总计49架次快慢战机在海峡中线活动。台空军宣称，除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同时实施了广播驱离、防空导弹追歼。中国度假胜地海南三亚市从星期六早上6时起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8万多名游客滞留在三亚。铁路部门已禁止该市的所有门票销售，航班也已取消。另一方面，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报，东都决赛无新增报告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例。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欧阳立新星期六早上因心脏病发，在屏东恒春的民宿中猝死，终年57岁。这起猝死事件讽刺台湾政府面对北京的入侵威胁而努力提高导弹生产的时候。自周四以来，中国一直环绕台湾进行密集的军事演习，来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本周早些时候对台湾的访问。据欧阳立行的家属透露，欧阳立行患有心脏病史，且装有心导管支架。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已77周年。6日上午8时，在广岛和平公园举行了和平纪念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出席了和平纪念仪式。古特雷斯在仪式上的讲话中表示，核武器不能保障安全，反而会带来死亡和破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讲话中强调，世界仍面临核武器威胁。